妈妈从来不知道自己女儿喜欢吃什么。妈妈给我买的奶茶，给我买了我最不喜欢喝的烧仙草，我真是爱了我的妈妈。哎，你们的妈妈是不是也是那种养了你好几十年了，从来不记得你讨厌吃什么的那种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你妈妈买菜啊，永远都，她没有不喜欢吃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妈妈每次都是做我讨厌吃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就有些话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我说我不喜欢吃生姜什么的，不喜欢吃什么的，她说啊，你说什么？你喜欢吃生姜？我说好的，妈妈。这是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好吧？我说为什么要放生姜啊？她说什么？你喜欢吃生姜？我说我不喜欢吃生姜。他说哦，你不喜欢吃生姜哦。我说为什么要切这么小，让我吐都吐不掉，一不小心就吃了。他说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就莫名其妙，他就老是给你吃一些你不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永远记不住你不喜欢吃什么。他就觉得他喜欢吃，你也必须要喜欢吃。如果你不喜欢吃，他就会跟你骂你，就会讲道理。这怎么吃不得了？这怎么吃不得了？吃这个怎么了？吃这个身体好，吃这个美容，吃这个不变老。哎呀！